警察还没说完，骑士却急着想走。骑士避重就轻，下一秒竟还发动机车加速冲撞远警。 西直新台五路一名男子边骑车边讲电话，警方上前拦查，发现有不明盒状物。没想到男子心虚，催我们冲撞，撞倒警车。两名远警立刻上前压制嫌犯，却奋力挣脱。三人一路从慢车到牛达都骑楼，远警拉着嫌犯，但是遭到强力反抗。尽管如此，远警还不松手，期间两度摔斗，场面相当惊险。嫌犯找到空隙往外冲，路过的外送员一起来帮忙，用机车围堵，成功将男子压制在地。随后支援警力斗场，总算将他逮捕。 大批警力赶到，嫌犯不再挣扎，乖乖蹲在地上，只是经过一番激烈拉扯，远警双双挂彩，右手左膝都有擦伤。过安非他命、吸食器等物，全案依毒品妨碍公务现行犯重犯。嫌犯藏毒心虚袭警，最后还是狼狈遭逮。记者谢宏儒、蔡山新北采访报道。